好的，我们就这么冷，这么小，就好，对对对，今天同桌是，我这时候干不太在，我好像都在了，子红刚在，高大，子红自己都不见，陈月不见，陈月什么都要找的，让他。好，我们再简单的利用他们还没来的时间，稍微简单复习一下。什么叫做角速度？这可是你的。什么叫做角速度？我有印象。你说。没有，我说我有印象。什么叫做角速度？角速度就是角度变量除以时间。对。角度变量除以时间。然后用中文念的话，应该是说每单位时间它的角度变化量。OK， 非常好。好，每单位时间角度的变化量。光角度就是什么？没有，是讲的是你讲的是一个计算方法。啊、计算方法。他讲的是后面的意义。你知道数学公式它都有个念法，像是什么？真的吗？什么？什么？二根号三。有没有？也不是这样子讲。二根号三。其实我们讲物理这边，我们每个东西都会有不同的。但都有它的含义啊，那但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你去思考一下它的意义是什么。比如说，假设我们讲说，刚才你讲说那个什么，每单位时间所经过的角度没有改变。好，那那个谁，冠宇是说，角度变量除以时间，啊，那其实角度变量除以时间这件事情来讲的话，一样的意思啊。一样的意思。我这看我有个毛用，哎，等你的哦。啊，对啊，角度变量，看，注意时间跟每单位时间，你知道我注意，对，经过的角度一样的对不对？好，或角度变化量哈，这是我们讲角速度的概念哈。那如果问一个概念，问一个事情，这个物体行以 b 的速度，以 b 的速度往这边走，但是我们知道它在行等速度圆周运动。哎呦，啊，请问这个物体，我们可以，这时候它的角速度是多少？是多少？九十度是吗？为什么是九十度？角速度哎，角速度哦，半径分之什么？半径分之速度。的变化量。半径分之速度，对吗？不，那个 r 向量。r 是向量。Omega， 那 R 为什么向量？那不用加一。不是吧？加速度。R 为什么是加？为 R 为什么向量？加 R 那是加速度吧？啊。R 不写在最上面的。这是 R 是半径啊。哦，我说错了，我说 B。上面那个。啊 ，B 要不要？我讲错了。B 不用了，你看 Omega 的角度朝哪边 ？R 分之 A 平方。哎 ，Omega 角度朝哪边？这边。那 Omega。可是速度是朝这个方向啊，速度是朝这个方向啊，所以它是。那欧米伽朝哪边？这边。欧米伽朝这边上面吧。那欧米伽到这边不一样吗？当它运动到这边的时候，欧米伽不一样吗？会一样。欧米伽是一样的。所以应该是向顶。所以欧米伽到底朝哪边？向心。向心。欧米伽不是向心啊。啊。朝斜线方向。欧米伽，我们上次讲过例举，对不对？嗯。力矩对，其实可以把欧米伽想象跟力矩朝，所以欧米伽会朝哪边？欧米伽朝哪边？力矩，我们在讲力矩的角度朝哪边？记得吗？力矩忘记了。一个物体，以这个做支点，我四个力矩。啊，往这里。力矩往那边。旋转方向吗？往哪边？往旋转方向。旋转方向啊，这个力矩往哪边？往这里啊。是往外对不对？对。力矩往哪边？这个欧米伽往哪边？也是一样啊，也是一样往不一样，往里面，往里面啊，这是往外面啊。右手定啊，你现在要去感受一下旋转的东西，我们要讨论它的角度的时候呢，啊，旋转的东西如果讨论角度的时候呢，
你不能说这个旋转中心在这边是往这边，在这边是往这边，在这边是往这边，这样很难讲它旋转角度啊。所以怎么讲说旋转中心怎么定它的角度？不是往内往吗？哎，往内往吗？对，旋转的话，如果这样旋转，你定它角度往内吗？这种不用这个。这样。它有插电吗？它不是，它我不会转这根。不会转这根。这样的话，它旋转角度往哪边？这个旋转，我们怎么说它角度？对，这样子。好，就用。用右手去看它的旋转方向，说这就是它的角度 ，OK？ 那问题，我们讲例举这个讨论过一次哈。所以 omega 是等于这样的东西，所以聚光向量不需要，因为我们只算它大小，它的方向不是这样。所以 omega 等于 r 分之 b 有问题？没有。没有问题，这么简单。是 r 分之 b。为什么是 r 分之 b？ 来，谁可以解释 r 分之 b？ 因为我先帮子龙加一点哈。b。r 分之 b 怎么来的 ？b 是速度 ，b 是速度，速度吧。有加向量的表示还有方向的关系，没有解向量的话，表示只有速度的大小。好，为什么 omega 的 r 分之 b？ 为什么？应该说是从速度推导。从速度推导，怎么推导？从速度推导，从速度推导出来。这个速度。这个速度，对啊，我上背过，那从这个速度推导的。哎，同学 ，come back， 怎么从速度推导？两个简单做法啊，第一个做法问你啊、哦，就算是加速度啊，就找到加速度，没有都算加速度，它绕一圈，请问绕了多远距离？二拍啊，二拍啊，对，是二拍啊。啊，那它绕一圈的时间是多少 ？t 啊，假设是大 t， 好不好？绕一圈时间是大 t， 对，所以它速度是多少 ？t 分之二派啊，有问题？这样问题？没有，直接说等于二。有问题？没有，没问题。那既然我们绕一圈的时间是 t， 绕一圈的角度是多少？二派对，所以 omega 是不是二派除以 t？ 有问题？有问题？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你看哦，这边二派 t， 你看到没有？就是一整圈的状况。对，一整圈的状况。怎么样？这是二派除以 t， 二派除以 t， 所以这东西是不是 r omega？ 看到没有？嗯。r 移过来。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 omega？ 太神奇了！有没有？不快不？太神奇。所以 omega 等于什么？ r 分之 v 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对啊。这个简单的数学运算要稍微想一下，但当然有些我们用物理的角度啊、圆周啊，所有东西每个东西定义去想一下，你就知道它的意思了。这第一个想法，第二个想法呢，就是刚刚冠远所说的，角度的变量除以时间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就想假设啊，他从第一个时间到这个时间，他经过了一个 delta 的 t， 对不对？他这个时间需要用 delta t 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可以说 omega 等于。delta t 分之 delta t 的，对不对？可以。有问题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来看啊 ，delta t 是什么？变化角度。角度变化，角度变化量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知道啊，这边经历过这个距离，假设这距离是 delta s， 那 delta s 等于什么？ delta s 等于什么？v 向量等量角。不用 v 向量了，就是这个距离半径乘上角度。是不是？是啊。记不记得？嗯、不记得。我们讲弧长啊，弧长怎么算？弧长怎么算？弧长怎么算？我记得有拍。没有拍哈、哦，弧长没有拍。我记得有西塔。弧长西塔，这个弧长 S 呢，就是等于 r 西塔，记得吗？记得啊，记得。如果这个是半圆的话，这是多少？半圆，如果是半圆的弧长，派啊，对啊，派就是派，不是派，是 r 派。哦，
没有，他的意思应该是 C 堂会很开吧？你是他的蛔虫。没有，至少我刚理解的是这样。啊、哦，对对对，他是 R 派嘛。如果是整个圆周呢？整个圆周呢？圆周 R 2派。R 2派嘛，是不是？嗯。R 2派，那二派嘛。因为二啊。圆周。对的，整个圆周乘上二派，就是它的整个圆周的弧长嘛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一个小弧长是多少？它是 R 西塔，是不是？长度应该放最前。所以你看哦，你看哦，这个变成 S， 是 R 西塔，欧米伽等于结果对不对？好，再看哦，那 V 等于什么？ delta S 除以 delta T 对不对？对哦。好， delta S 就等于 R delta 西塔除以 delta T 对不对？这东西是什么？是这个 ，omega， 所以就等于 r omega， 是不是同样的结果？是不是同样的结果？对啊。好，没有互动的，有没有想清楚我在讲什么？照着你课本嘞。来，是的。啊？在楼下。在楼下去哪？除了轩宇的课本不见了之外，其他课本应该不在现场。对，麻烦。麻烦走卫生纸，来，你课本给我看你名字先啦。先写名字。先写名字，没有写名字先写名字。对，但是有人没有写啊，有人没有写啊。未来的人用。没有关系啊，可以传承啊。不过他们看我的字会，可以传承，他们觉得光荣还是觉得。不会写。写上名字啊。写上名字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就写廖可日早安。每天早安看。有昨天那天在餐厅看那本书，五年四年，我在餐厅看到这谁吃的？收好了，这个。我在餐厅看到一本书，快一点两年就。然后官员说是他的，对，说那本是轩宇的啊，那本可不可以？这本是赵东的，啊是赵东吗？我是赵轩宇的。我后来翻开看的，那个笔记是赵东的。对，拜托写上名字，写上名字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所讲的东西，拜托。你忘记了，就在旁边注记一下，用铅笔注记一下。如果空间不够大，去买 3M 的贴纸，写一写再贴上去。对，然后写上去。都写在课本上的。好。课本没。上课就不见了。课本不见就去拿笔记本。写成语早安。没有，我有贴课本。成语哥哥早安。啊，现在没有课本了吗？嗯。好了，变了。得了，我把笔记就写笔记本，写在笔记本上。一个超市我在有一个还要再一个勾。有问题？他们有问题？你就写名字吧。对啊。啊，在这边呢，我们所讨论这个欧米伽小速度，是因为我们其实，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有讨论，但是在高中慢慢很多东西会讨论到学校。啊？国中叫五 B。国中就讨论速度啊，没有讨论。啊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活动基本上是讨论到旋转的现象，啊，但是我们慢慢的讨论到一些形的，像力矩啊，像后面的一些，像脚，像你们现在学还没学到动量。是谁的？我不知道。轩宇，那你的吗？这是我的，这个转到我的。不见了，这不见是你。屁！这不科学。等你刚下去帮轩宇拿课本。写上名字，轩宇。他写了。在哪里 ？L 啊 ，L 有人看得懂。真的都是我的。但是没有人知道是你的。我们知道啊。不行，我的意思，我捡到课本，我可以知道这本是不是谁的。哦，好。我捡到你，捡到 L。先写个 L， 这是我的。没有，跟全世界同。你可以写，你加个 I N 嘛，你加个 I N 嘛。好。拜托好不好？加你再加个轩宇。什么那个名字？谁知道 L 是你的名字 ？L 就是个字母。没有人知道。如果你这样到了，你只是一种。哇！所以掉那边，新娘捡到的，知道那本是你的。哪一本？那本书。这本。对。那么大字哦。新娘会知道吗？不就写了什么？你那写这样很大字吗？干！要写早安。你这个写谁懂？要写早安。要写哥哥哦。好了啦，这种看得出来了。这边写给你，好，这边写。
Omega 的部分有问题，然后小速度有问题。没问题哈、哦，现在会推倒吗？会推倒，它怎么来的呢？你刚不就推两次了？对，好，会推倒了哈、哦。那请问向心加速度怎么推的？向心加速度。来，谁会推的？向心。向心加速度。怎么推的？这时候就要用绝对值了。用。我们刚才讨论的题目，一部车子，它的速度是60 km/h， 对不对？它要转弯，转弯的这个半径呢是多大？5公尺。请问这时候它需要多大的向心加速度？来个转弯。我们是500公尺/秒/s。9/500。公尺秒平方，是吗？来，那个冠宇前出来算一下。哎，我刚写的。哎，对不对啊？他这样写对不对？我在思考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先换算，你先换算。我是他写的吗？你先换算吗？啊，他说的。哦。我会帮你用计算机，要不要？不用我计。来，我会帮你。我人很好。哦。怎么打？哎，怎么来？不要跳太快嘛。那这不就换算吗？那怎么换算呢？跳太快。用计算机。那你看得懂吗？看得懂吗？没关系，等一下。没有，就这两次啊，他们等一下都在解释这边的，这样会好吗？这个不是就换算，换算我们更简单的，有没有一个，你可以把过程写出来吗？来，我讲，好，不是，首先嘛，小时嘛，你先把它换成秒嘛，换成秒，哦，所以你要除以3600嘛，对，好，你要这样补充也是可以的啦，然后公里嘛，我们不是要把它变公尺嘛。所以就是乘上了1000，那你这样大家比较看得懂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除以3600。对，没有这样大家就好像。所以假设我刚没有算错的话，应该差不多长这个样子。对不对？有约掉啊，60和3600可以约掉35。35就等于35。对，都一样啊，当然了。9/2500，给它分之5，就是
分数出来吗？耶、yeah ！这不懂懂不懂？还有单位？我不懂。哦，啊，没关系，把这五分直接当来上数学。还有单位？单位来，我们试试单位。这边的关键在这里哈，啊，分之一平方这个东西，应该有些人还不懂，但是因为上礼拜讲的哈，所以现在如果忘记的话，我们两位再复习一下。但我先解释一下这一题哈，关于这个呢，对，写对了，但是他第一个他没把计算过程寄给我，所以只能给他加一点，他加一点哈。但是整个来讲呢，这是零零乱乱的算法，这是小学生的算法。哦，我先写这点看了。叔叔，你仔细看一下他写的跟我写的哪里不一样？叔叔等于60 km hr 等于60乘上1000 m， 60乘60 s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等于还没有。所以大家要了。有问题？没有，这叫做计算过程啊。它有专业名词，这个专业名词叫做这个数据积累。你们知道了吗？就直接写出结果。推演。那你们知道了吗？就直接写出结果。我就这个过程。然后 a 到了等于 r 分之 b 平方，对不对？等于 r 是多少？那边有五公尺。b 平方是多少？3/5。十 m s 平方。有问题？我变平方了。所以等于，再约掉一次嘛，等于50除以3的平方乘上1/5，计算出单位 m s 平方乘上 m， 对不对？这是关于是3/5除上 m 吧？9/9除上 m。你加变成 m 参考。乘上 m 分之一，对，乘上 m 分之一，把那个地方给甩了。500，这边约掉一次，对不对 ？s 平方分之 m， 把这单位出来。啊，这叫做计算过程，好不好？计算过程，好吧？所以我让你们写计算过程是要写像这样计算过程，而不是都是用猜的。就是我说用猜就是把它拆开，你把它拆开分段写，这样你才办法理解你的整个思维的过程。你要学，你们慢慢的要学习，是这样的顺序下来，这样去理解你们整个思维的过程，好不好？这很重要啊，要训练一下。对对对，因为想法太跳，就会跳来跳去，你就还是会写对，有可能写对，但是你当你的计算非常繁复的时候呢，你就可能错了，因为没有注意到细节，好不好？啊，500，扣一点，扣点分。好，在修吗？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怎么来的？这都是复习啊，到目前为止都复习哈。来，首先呢，这边有个速度叫做 v0。v0。这边有个速度 v1。那我们的 delta v 是什么 ？delta v 是什么？我们速度，我们速度差嘛。不是 delta v 1减 delta v 零，知足了。我们讲的时候呢，这东西可以 delta a 等于 delta t 分之 delta v， 有问题 ？v 1减 v 零吗？这问题，这是我们最早一直在讲的，速度变化量除上时间变化量嘛，有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啊，没有问题。你要回应一下，没有问题就摇个头，或者想没有，没有，不知道这样哈。不然你是瞪我看不到，或者是没有瞪我看不到，他瞪他也没看哈。我在想什么？好。电脑 V 等于什么？这才是关键，这边最大的关键是电脑 V 减 V1 减 V0 啊 ，V1 减 V0。可是因为它是向量啊，所以我们先从向量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呢 ，V1 是这个，我把一在一起来做相减 V0。哎呀，这个就两个向量相减，等两段。这边后面那一段得到什么？是两个点。对，这就是 delta v， 这个 delta v 有问题。
它的方向呢是朝向圆心。嗯。问题是它大小呢 ？MRP 的大小呢？大小等于多少 ？V。V。然后嘞？然后嘞？啊 ，delta θ 对不对 ？V delta θ 对不对？耶。有问题？没有。这个旋不是这个旋，这个弧。这个弧等于半径长乘上角度，这我们刚刚讲过的， yeah. 对，所以这个弧长就是 delta v 的大小， oh, yeah. 等于 v 的大小乘上 delta θ， 就得到了。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带进去这里，所以等于什么？等于 delta t 分之 delta v 嘛，哈 ，v delta θ， 嗯，对不对？等于什么 ？v omega。Omega， 可是不等于什么 ？Omega，R Omega 对不对？所以等于什么 ？R Omega 加上 Omega， 就等于 R Omega， 懂了吧？嗯。老师，另外一个。没问题啊。那这东西我们要知道 ，Omega 等于什么？如果反过来 ，Omega 等于 R 分之 V， 对不对？等于 R 乘上 R 分之 V 的平方。所以等于 r 分之 b 平方，嗯，啊，所以这是什么？向心加速度，向心加速度就这样，嗯 ，OK， 用 omega 算比较麻烦，因为它已经给你速度了哈，已经给你速度了，你要重新再去调整就很麻烦。但这东西在牵扯到为什么刚刚讲说你要去算圆周，会跟我们现实生活有点不太一样，因为理论上哈。我们在走路上，有时候这路条是这样的，嗯，那这样的路呢，是让每个点都可以算它曲率，曲率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旋弯曲的情况，弯曲的情况都知道，所以你就可以在每个点上，它都有不同的 R 值。假定我也是等速运动的话，你就会知道说，我走这条路，我在这个速度之下，哪边比较容易翻车？啊，它加速越大的地方，它越不容易维持，它就越容易翻车。所以就可以看它区域，啊，来决定它容哪边容易翻车。你就不需要我这边要算出一个 omega， 我这边要算出一个 omega， 直接用 r 分之 b 平方就可以算了，啊，是。这个。是。是。是。那 b 等于 r，v。等于 r 乘上 r 分之 b， 当然是相等的，越掉越到都是 b 嘛 ，b 等于 b 没有问题啊。你会这样用，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知道是速度，有时候我们知道是 omega， 所以这两个是互换的。那你知道速度，你就可以知道 omega， 你知道 omega 就可以知道速度，这两个反正就可以互换。好，有问题。好。那这东西因为我们等一下第三课也会再用到，所以我这边要必须再做一次复习，要确认大家大部分的同学都知道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进入第三章。哇，有问题？我跟你讲啊，你们回去之后真的一定要把它上课时候讲，我们上课时候讲东西。